回不会再晃我了吧？他都晃我3年了，这回不会啦。那第一年出去打工就说要回来过年，结果也没回来。第一年他不是没赚到钱，不好意思回家吗？那第二年挣到钱，他不也没回来吗？第二年那是没挣够，一会儿就见了啊妈，电话费贵。瞧见没？还是这招好使。喂，啊，没问题啊，洒洒水了，萨瓦迪卡，库里提瓦，查拉嘿哟，欧巴。哎呀妈，这家说话太费劲了，你再这么说话我揍你！啊，这保护老板没理由，谁敢嘚瑟 ？biu biu biu， 谁？谁？站出来！手机。哎，这啊这啊这！哎呀，碎了。手机碎了，我，不是二柱子，你这脑子是不是除了虎就没给智商留点空间呢？三哥，不是你不3年没回家了吗？啊，今年衣锦还乡，但是你跟我当初吹牛这个场景是这样的，嗯，近水破镜，黄土变道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啥也没看到，全是小广告啊！哎，这说明我低调啊！笑什么玩意儿？三哥，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接你一个人都没有吗？谁说没有啊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我姐来接我。姐哪的？老三，姐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。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坏的吗？哎呀呀！好好好好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行了吧？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到底是哪来的？行了，姐，哎，这是我保镖。啥？老三啊？你都有保镖了你？哎、姐，你低调低调。哎呦，咱爸妈知道得多高兴啊！这，哎，来让姐看看，快！哎呦，哎，姐对呀、啊哎，咱妈咋没来接我呢？哎呀，这格局太小了吧！咱妈呀，怕一辆车坐不下，不还得再打一辆吗？你，哎呦，还这么省啊？咱爸妈啥样你不知道啊？刚才呢打电话，嗯，我就说电话费贵，他嘣把电话给撂了。哎呀，不就点电话费吗？我现在充电话费，我，哎，我怎么处理电话费呢？啊，我三哥充话费直接充满。嗯，哎呀，你那么浪费啊你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低调点，我够低调了，我都憋坏了。来市火车路上，我发现一家福利院，我差点下车给他扔200万。那你怎么不扔呢？我车速太快，我怕摔死。这孩子也不虎呀，他。谢谢大姑。行了行了，回家吧啊。好，爸妈等着呢。回家过年。等会儿啊，我探个路。哎，等会儿姐，突然想起个事儿来。啊。你先站好，我来给你举行个仪式。仪式仪式啊！哎呀，大姑，我三哥让你站好就站，哎，就站好。姐，过年好！哎呦呦呦，干啥呀？这是，哎，快起来！哎呦，你看你，哎，对了，啊，姐呀，把红包给你准备好。哎、干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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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拿来呀！你干啥呀你？打我脸是吧？怎的了？打我脸你不疼啊？你过来，不是，表示啊，这啊，保护老板没理由。不是这套了，第二套你也没教我呀，三哥。我拜年，你给钱。来来来，没毛病。姐，过年好。哎呀，姐，过年好。哎呀妈呀，姐，过年好。等会儿啊，卡。姐，过年好。三哥啊，你三思啊。什么？再给就只能给房产证了。拿着啊。不要了。姐不缺钱，你啥不缺钱？你啥情况我还不知道啊。行了行了啊，咱回家吧啊！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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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探个路。行，我要你这车来了啊！车来了啊！啊，来了，三叔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哎，这家太忙了，你这哎接个电话，这是过年都不让我消停。等会儿让车别走。萨瓦迪卡，啊，王总啊，哎，王总你好呀！啊，我没搁哪，我随时都在你身边啊。啥玩意？啥玩意？再说，这个干给我项目啊？不是，这个项目给我干呢。哎呀，王总你放心，明天早上我一定出现在你10点钟，我出现在你办公室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哎呀，好好啊啊！
哎呀，你真是我再生父母啊！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妈啥时候挂的呀？这是？哎呀，姐，姐，姐，怎么了？警察不告诉你？你接的啥电话？这是热血沸腾的。大财团的大老板呐！啊，3000万的项目，给你弟弟我做了。妈呀，3000万呢！3000万，真的！哎呦，老三你真牛啊！老三，你吧是咱家的骄傲，那必须的。可这工作的事儿，咱过了年再说呗。啊，咱先回家过年啊，快走。啊，不是，啊，姐，哎呀，姐你，怎的了？你没整明白，不是，我得回去。是回去呀，车都来了呀。不是，我得回那头。哪头啊？电话那头啊。可咱电话那头也有人等着呢，爸妈等着呢。姐，3000万呢。钱有那么重要吗？那年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算是明白了，老三啊，你这是要钱不要年呢。年哪年没有啊？你这钱我万一……张老三，你还是人吗？哎，你还是我弟弟吗？老两口多惦记你呀、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咱妈天天唠叨你，爸白天不说，晚上做梦叫的全是你的名字。过年，你说老两口他盼的是什么？他盼的就是你回家吃顿团圆饭呢。可是，你要走，行，你走，你走了就是个混蛋。你就骂吧，骂，成天骂。我在外边，我挨老板骂，来挨客户骂，我回家还得挨你骂。我这么今年我容易吗？我，哦，你以为我不想老老实实在家过好年啊？那我没办法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些年我谁都对得起，我上对得起吊车，下对得起水泥，我中间对得起那些农民工兄弟。我跟你说，用料我都用最好的，吃饭我让他们顿顿有肉，周周有余，我谁的工资我也不拖欠，是吧？我所有人情都还，连保安都说我讲义气。我现在怎么了？我不就不回家吗？我在外边是为了挣钱，我不回家我有错啊！你骂，你不要说了你，我不是你姐。你要走，行，那你给咱爸妈打电话，他们要是同意，你就给我滚。我才不打呢，要打你打。我也不打。我打了。一边去，没毛病。喂。喂。喂，哎妈妈，我老三。哎，儿子。妈，我你把那个免提打开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呀，儿子，都到家门口了，你还说啥呀？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爱吃的三鲜饺子我都包好了，你爸爸连酒都倒好了，就等你回来喝了啊。哎呀，快点吧，儿子，电话费挺贵的，我挂了啊。不是妈，咋还挂了？你不是三哥，按这个那个重播，没毛病。喂，哎妈，哎，这咋还打呢？你别挂电话，你听我说，妈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就是我今年过年我就不回来了，行不？啥？这都到家门口了，你不是妈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刚接一大活，3000多万个项目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现在回去，我今天晚上连夜赶回去，我明天上午10点得签合同，是吧？你这样，我马上就得买返程票了，我就在火车站，我在电话里给你和我爸拜个年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？啊，就这样啊！我们祝你们俩那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吧？你跟我爸说，别少喝点酒，你也是啊。那个别一天到晚老舍不得花钱的是吧？咱你儿子现在有钱了，是不是？没事。喂，妈，喂，儿子。哎，爸啊，工作重要，年以后有的是。我看你妈过年呢都习惯了，这不还有你姐吗？啊，踏踏实实的回去吧。姐，那我回去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又哭啥呀？我没哭。那谁哭的？爷，这里是谁？你没挂电话啊？那对方也没挂呀。老头子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儿子都到家门口了，咱不得见一面吗？你喝啥闷酒啊？你说话呀，你说
我想儿子。回头看，你们还在村口站，多少回离开家，你们眼里含泪光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我已听了无数遍。回家过年。的心思儿知道，会记在心间。